他好。我是翻译计划联络人曾淑文。如果用这几个字做 keyword 去查的话，可能有人会以为我是坏人，因为台大数学系的张海超老师，他告我妨碍名誉。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，我没有，结果他把这个假的判决书拿给《中国时报》发表，然后用刚我讲的那几个字做 keyword， 就可以查到那个很可怕的报道。然后因为他更改判决书，这个你必须要跟法院的人合作，所以我一再的去按民申告，都被吃案。虽然是证据是那么的充分，但是现在台大数学系应该至少一半的老师都知道了，台大也很多老师知道。那么如果有人怀疑我的怎么讲人格的话，那么请 email 给我，我会把我说我有充分的证据，他这样子害我的所有的证据，我愿意寄给他。那你的 email 账号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？我叫曾淑文，那 email 就是我的名字的英文写法 SUE 淑文真 SUEWENTSENG@gmail.com。谢谢。